庙方人员用推车堆叠出很高的泡面，以泡面土地公闻名的中寮乡石龙宫特别汇集四方的爱心，将民众所留下来的泡面整理之后转赠给卫生所，感谢医护人员在疫情期间的辛勤及付出，希望也能为防疫工作尽一点心力。他们比较辛苦啦，也是第一线啦，嘿呀嘿呀，大约300多箱有保佑啦，保佑 这次疫情这样快点过去，这样这些泡面就是信徒来拜拜啊。最近就是疫情这样，大家都是来拜拜，说快点疫情快点过去这样。中寮乡卫生所主任赵林慧表示，在新冠肺炎疫情严峻的考验下，卫生所积极的提供乡民各项医疗保健服务及疫苗的注射，非常感谢石龙宫吴主委送来泡面，让所有医护人员感觉很窝心。在疫情这个严厉的考验之下，中寮乡卫生所也是积极的提供乡民各项的卫生保健医疗服务还有疫苗的接种。那中寮卫生所只有11名的编制，石龙宫的吴主委听说我们怕我们工作没用不到腰，所以也把泡面送来给我们最实质的补给啦。在这边还是很感谢主委对我们这样子的疼痛。县议员简志胜表示，为了要让每天辛苦帮忙施打疫苗的医护人员免于挨饿，石龙宫非常的有爱心，送了这么多的泡面来慰劳医护，实在是非常感谢。庙方这边感受到最近人家卫生所人员真的很辛苦，他把我们这个信众所捐赠出来的泡面送给我们卫生所人员吃，就是庙方他们这次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善举。石龙宫主祀福德正神由于相当灵验，因此很受信徒爱戴，土地公爱吃泡面的消息也广为周知，所以只要前来祭拜，信众都会买一整箱泡面前来奉祀。而这次石龙宫汇集众人的爱心，把泡面赠予卫生所及消防等单位，希望疫情可以赶快过去，并保佑大家身体健康。记者洪一伦中寮采访报道。